本节目由含有 1.8 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鲜活经典顶配营养。本节目由瞬间吸收修护发芯根源改善发质的潘婷炮弹发膜赞助播出。上淘宝搜惊喜桃花坞，惊喜想不停，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都市爬山虎就是快人一步，本节目由东风轰达 HRV 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卫龙魔芋爽热量低了，爽多了。本节目由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威化脆、饼干脆、膨化脆，一起脆翻天。你啥时候走？我一会儿就走了。一会儿啊？那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得吃橙子了？咱俩的甜蜜小事做完，甜蜜橙，甜蜜小约定。最想朋友吃芒果算不？哎，你没看过那个吗？说在浴室里边洗澡边吃芒果，特别会有找到猴的感觉，就是原始。我找那玩意儿干啥呀？是吃橙子。哦，橙啊，对，橙子是吗？是猴的感觉吧？还原始人的感觉。对，就是有原始的幸福感。对，我就写这个了，反正谁抽着算谁的。啊 ，OK。因为我没想到这个题最后是给自己的。你们吃橙子？我们是被吃橙子。哦，是你写在卡片上的那个，来看看吧。我马上来看。还点蜡烛也太过分了吧？为啥呀？来，应该再来点玫瑰花瓣。哇，好浪漫，快来！来，你们浪漫吧。别玩抽象啊！这个火。我就这样把灯关一关。滚，灯关一关，我快。啊，他们怎么搞这套啊？就这样了是吧？啊，要淋水啊！都在水中过吧。啊 ，no， 哦 ，no， 啊，是这样。太扯了，太扯了。他们现在要洗澡，我们过来已经准备好围观了，我们拭目以待。来吧，来吧。我看不了这场面，看不了这场面。哎呀，我有点看不下去你们，我有点看不下去。有点过分是吧？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儿。我也觉得他们俩这个，我们应该在这儿吗？他们俩的氛围有点奇怪，我觉得在这是不是不合适？我们帮你们拍一下，我们。来吧。好，我们走吧。我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太辣眼睛了，好过分！你们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不是？但本来是想着他们说帮忙记录一下，结果那个水淋下来那一瞬间，我破防了，看上去有饭，好刺眼，这么好多。你去看一眼里面，什么呀？你去看一眼里面，打开然后右转看一眼。这是在干嘛？吃橙子。啊！来加入我们，来吧。这是什么东西？来，这是干？是男人就要吃橙子。这是什么任务吗？多了。我吃饭，饭好了。真的，饭好了。这个给桃花币。给多少？给多少？100。这钱我不挣，我不挣这钱。好抽象。这是你现在是怎么办？现在扒开是吧？扒开，就是埋在这儿。哇哇！管冰，你
你让水冲到头。不够肆意的是那种感觉。太逗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好抽象，真的。抽象，我也是有。这是抽象原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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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一点啊？我有点找着那个感觉了，哎，有点感觉，有点感觉了啊！我要再试一个，我再试一个。这个不是水。涛哥太逗了，这个。就开始的时候还是拒绝的，我觉得这是太扯了，也不知道为啥。但是真的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知道里面的这个感受了，挺荒诞的。就是这事儿，它确实就会有种原生态的那种原始的感觉，应该还挺抽象的。太抽象了。可以可以，有没有觉得很释放？非常好，有点有点有点。你再喊大点声音啊！不要在乎那么多。其实我挺愿意做荒诞的事情的，而且我就喜欢做点这种出格，就是不常规的一些事情。疯掉了都。主要是喝到这个水。太抽象了，我觉得。OK。好朋友，我的好朋友，记住了，记住了。哎呀，鼓掌，勇气可嘉。挑战完成。OK， 挑战完成。完了，我们要换衣服了。好，我这次真是我来着了，看到这么经典的画面，我们走了。我们去吃饭吧。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也是就是匪夷所思的一次太扯了。干杯。你走了，涛哥。我走了。这就走了。这就走了。走。我走了。哎呀，哎呀。谢谢，有缘再见。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哎，你这眼睛红了？没有没有，刚不是水镜啊，不是跟你那洗那澡吗？啊，对。我这样，因为涛哥要走了，所以给你。我还有那个320B 给你了。320B。对。那个对，你是我亲哥。衍生 B。衍生 B 也行，衍生 B 啊。毕竟咱们洗过澡的人了，可以、啊。有啥大家一起吃饭吧。拜拜，涛哥。拜拜，涛哥。什么？好嘞，好嘞，拜拜。我走了，姐妹们。啊。啊。好嘞，好嘞。你们刚刚体验吃橙子吃的咋样啊？也别说，还有点喜欢上的感觉。还有人围观吗？不是。有，前两天王一文他们看来的，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有点就埋汰，说呀妈不看了就走了。这你们不洗澡了吗？咋还埋汰呢？心理感官上吗？我非得把话说明白，你故意在整我。我加个孙谦的微信。好嘞，哥哥，你加孙谦的同时，我也扫你一个吧。我没有你的。你看看。哎呦，真的，我一点都没有合计，哎哎，一点都没有合计想加你的微信。没和你能说这话。哥哥一路平安啊！好嘞，好嘞，啊！你们吃吧，你们吃吧，拜拜了，拜拜了，拜拜了，拜拜。我待了三天了，桃花坞呢，就像一个任意门一样，是一个可以看到自己另外一面的一个地方。我没想到我可以融入的这么舒服。有点什么感觉？就是为了等黄浦兵。可能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就沈阳人，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地儿滑，真的啊！老板哥他肯定会知道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沈阳什么的，就滑这个。好，开干！我去弹会钢琴。
哥，小心，小心，没事，哎、没事，没事，哎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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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人生啊，就像走着泥泞的路。人生啊，人生啊，这么累呢？我问问任科行不行？我觉得任科是我交到的朋友，就是我很想跟他在一起待着。非常意外，那个海涛，我可以公布出来吗？当然。海涛呢，他有个癖好，就是发朋友圈一定要发香蕉，然后呢，在他的无数根香蕉里面找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香蕉专辑。你甚至都不会带到我的脸。对吧？你好。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空间，那个氛围，我是喜欢的。我知道你今天要走，对吧？你还是拿一个盘子走吧，是不是？带回长沙。哦，这是我画的。你回去的生活也是这样吗？差不多。但是我马上要回去，就是六七月份要去录专辑。我什么时候能去看你的那种演出或者是音乐节？我下次，我现在有你微信了，我下次就把那个购票链接就随时发给你了。我谢谢你啊，那也不用你发，我自己也能找着。哎呀，任科还没说呢。算了，任科不用告别。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在桃花坞找到的同频的人，而是我们在桃花坞都调成了一个相同的频率。大家会是一个就很在一起的感觉。你今天是不是要忙琪琪啊？我现在过来。忙琪琪营业，请躺。OK。可以吗？你现在这样舒服吗？舒服吗？非常舒服。先给你看看你的，检测一下你的皮肤状态。哟，这么清爽啊！啥这么清爽？眼睛。你这个妆，咋了？真的应该给徐志胜看看。你这个妆是我见过最清爽的妆。这是干啥呢？蒙琪琪营业。对，消费。我来这儿这么久，我第一次消费，就消费在这儿。真的，让你一次体验，就是以后你的桃花坞的消费都会消费在蒙琪琪身上。跟你说，这王新月今天找我预约，他从我第一次见到我就找我预约蒙琪琪，我都没给他弄过。你干啥呢？我在这屋里休息呢。你给我卸个妆好吗？现在吗？背了，下次吧，下次吧。梦姐啊，我晚上去一趟，你别给我收费好吧？我没钱了，我钱用完了。不是，哎，晚上你给我弄弄，我真没钱。你有病吧？而且我今天晚上张新成约了，你弄完他给我弄呗。但是我得收钱。我有十块钱。我没有。收费多少？二十。啊，可以，那我给你，我给你。行行行，约着吧。他不是不给钱吗？对，他总想就是跟我讨价还价。孟姐。哎。啥时候下班？我就给他弄完就下班，反正你也要蒙琪琪啊。啊。你，他要弄多久？他这刚弄上。啊，那先不着急。你还续班吗？可以，要不下次吧，下次第一天就排你。行。一天卸两个，这太累了，因为我们都不偷工减料的。啊。我们这个做的就是口碑。主要现在也就你一个人吧。对，因为我们本来想要招临时工，其实是星月我就应该给他找个临时工作，但星月他又不是回头客的，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肯定想就给他做得好一点。那你后来回头客，我就用临时工给你做。咋的？啥事进左呀？不知道，他后面没接呢，都不知道要接啥。哎呀，选择太多了哈。不是，也不是。但你戏就是自愿，我觉得挺好的。啊，你说整体？对啊，就感觉要那种就是偏偶像的，你也有；大 IP 你也有；正剧也有；然后那种道德伦理剧，我看你也有；电影也有，反正你啥都有。你还是挺厉害的。我就接的比较散。你喜欢演古装还是现代？我肯定是喜欢古装，但是我确实应该接一个现代。我好久，我都能有六年都没有接过现代。对啊，我感觉你拍现代特少。其实我挺喜欢你演的，就是那种悬疑，就有点像你那是回廊亭，对不对？嗯，就你那种题材的，我还就有点禁忌的那种悬疑。不是，就是不太贴近生活的东西。哦，明白，就是要高概念。啊，差不多。好像有一个戏在，是不是正在找你？哎，对，你咋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那个是九月份的档了，是九月份的。对啊。你觉得那咋样？我告诉你，哪天如果人家跟我说这个戏是张新成否了我，我就弄死你张新成。我哪敢啊，老弟！我不会，我也不会，我干嘛会？我啊，张新成，我告诉你，既然你自己主动说出来了，我的警告也在这儿了。你放心，我怎么会否？你好好说服他们吧，说不用孟子义，千万不能说是我否的。我告诉你，我但凡知道这个消息，我就发微博骂你。不会，我这个人疯得很。不会，不可能，梦姐。不扇眼睛吧？不扇。哇，我今天才感觉你这么温柔呢，我天。谁呀？你呀。我咋了？你就感觉很细腻。我们蒙奇奇就是为什么从去年横空出世以后迅速引领桃花坞龙头企业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不光是单纯的护肤，还提供强大的情绪价值。像你就比较深度，喜欢聊工作，你看我一直跟你聊工作。你是刚下了啥戏来的桃花坞？就也是一个情感悬疑吧。你可真能拍悬疑，羡慕。就现在戏里就悬疑有点张力，现我好看的比较少，我觉得。对对对，我也觉得。而且就是我，就是我有的时候看现偶我尴尬，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看到现偶你尴尬不？不尴尬呀。妈呀，我挺磕的，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看那种谈恋爱的小说，言情小说。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看，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年纪，见不了一点一路甜到尾的。我的妈呀，我这就太尴尬了，我真的受不了。但是我可以看古装虐文，我非常喜欢看古装虐文。就最好两人最后不在一块儿，最好死一个，这就更好了。看那些很多虐文小说都是，要不然就是原生家庭特别不匹配，就会遭到被拆散，特别是现代戏他就会虐，要不然就是谁得癌症了，身体不好，能写成小说的也就这么点东西。还有一种叫错的时间。妈，我叫时间错误。我根本不相信这个，哪有什么错的时间啊。有啊，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还去分什么错的时间吗？我觉得分嘛，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以前谈过一个，对吧？嗯。谈过一个，然后你或者你会觉得，哎，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然后来觉得，哦，其实这还挺好的。那一定是你下一个太烂了。我觉得也不一定嘛。你想，我们人呢都是根据当下的判断去决定要怎么样。如果你当下觉得他真的很好的话，你就不可能和他分开啊，对吧？嗯。就比如说有一些，就像比如说那个花束般的恋爱，他们俩其实灵魂各方面都很契合呀，但是呢，出于当下，一个选择了轨道，一个选择了旷野，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就是不合适啊，他们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定位都不同啊。但你回想起来的时候，这个他们是最契合的那一段，但就是时间不对吧，或者说，叫没有一直在同一个轨道上。对，没有一直在同一个轨道上是对的。嗯，对，就是所以错的时间嘛。错位，就是这种。其实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应该不断向前看。嗯。Hello。嗯。哇，你这个感觉好舒服啊。非常舒服，欢迎你来蒙奇奇。20块花了值。哎呀，哎，孟姐，你哪人来着？我东北人啊。不，你具体哪个省？吉林长春。哦。咋了？没事没事，我就感受一下各个地方的人。对，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俩都湖北的，咱俩有啥区别？咱俩区别大了吧？咱俩区别太大了，是吧？一个浓颜，一个淡颜，一黑皮白皮。谁是浓颜啊？他，你也不淡呀，姐。我卸了贼淡，白开水。我是真的很浓，就是我卸妆和我化妆其实差距真的不是很大，真的很浓。因为你是浓颜。浓颜就是这个好，淡颜就是上镜就看不起，就五官没了。但是我戴不戴美瞳差距很大，就戴不戴隐形眼镜，因为我近视，不戴这个隐形眼镜我啥也看不着。我啥也看不着的话，我那个眼睛就很无神，你知道吗？因为我眼睛又大，然后就感觉很奇怪这个人。好了，哇 ，nice！ 我给你拿下来，感谢我的服务吧。感谢，太好了。我说我要多付给你10块。行，期待你下次来我们蒙奇奇消费。来，问你30。谢谢，哇塞，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的人。通过这个做蒙奇奇，我感觉赚钱很不容易的。不是，我就感觉梦姐是个温柔细腻的一个人。
这温柔细腻。你是说我吗？啊？说我什么？是一个温柔细腻的人。对啊。哇塞，你这个对我给予太崇高的评价了，谢谢你。你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好，我要不要退你十个桃花币？对，不用不用不用，对，真的真的真的。走，我陪你去未知屋看看。嗯。哇塞，那个石头怎么被发光啊？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飞船。哦。美吧？真不错。嗯。这里是桃花坞最安静的地方，是不是好久没休息了？嗯，已经连轴转了好久了。好久。那来这儿就好好休息休息呗，桃花坞可能让人放松了。嗯，真漂亮。是吧？嗯。你看它那个银河是不是？是我学识浅薄吗？这一条条是啥呀？他们学名叫云，你看就是云呐、啊，就是云。不是要想我想象中的银河吗？银河也太多条了吧，妹子。通往好多条条大河。就这个云是放射状的，对呀、啊，漂亮，好美，一条一条的啊、哦。这是个小飞虫，我以为是流星，怎么会飘呢？那就是流星，快许愿。今天在这来，我非常非常开心。喊我二哥，我喊他妹妹，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实现的。我真的有了一种当他二哥的心态，所以说他来，希望妹妹能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放松一下。我给你看个东西。啊。哇。你是什么星座？白羊。白羊，找找。没有。天蝎林，小熊，大熊。哇！哦，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银河，在这个位置。哦，你看还真有，你别说。啊，在这个地方银河。嗯。百人马。哇塞，银河好漂亮啊！对呀。哦，白羊子。哦，你看咱太阳，哦，咱们离太阳，离太阳，离金星也很近。对，你们是最热情的星座，所以离太阳。太阳近。太开心了，桃花坞真的很好，其实很少的时间段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桃花坞，可能让人放松了。对。是，不要打它，是刚刚我们许愿的那个小虫子。还好我没打着。对，不要打他，是刚刚我们许愿的就带着我们的愿望飞到白羊座那儿就成真了。太好了，桃花坞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幸福的一个地方，会让你认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之间产生不同的话题、情绪和不同的记忆。你是一三级的不？对啊，你是哪个学校？是中戏。中戏，我一四。你是啥星座呀？我处女座。哎呦我的妈！你处女座，嗯，怪不得，怪不得啥？那处女座的人就感觉就是那个做事都很认真。哎哎，哥，这是啥呀？玩一把，双人游戏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我觉得减肥玩这个行，是吧？因为它没有那么枯燥，它又很有趣，然后同时运动量还挺大的，而且你拿着它也特别方便，你只需要一个 iPad 就行了。哎哎，你怎么动，它这个东西反应还也很灵敏，很灵敏啊，真好，真挺好，以后没人可以过来就减肥玩的。对。哎呦哎呦，水月像在打拳击，水月。厉害！哎呀！很开心，大家在桃花坞慢慢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晚上我在重新看这些雕塑，好像我透过这些雕塑认识到了那些新的朋友，他们越来越立体。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是朋友是非常可贵的。
别错过了呀。赶不上了，赶不上了，走。哎呀！哎呀！我跟了好多个朋友说我想看日出这件事儿，他们就是，啊，这么早起，或者是哪天没有日出。他们这样说，我就说也是，倒是确实。但是我记得我跟志胜说，我说真漂亮，是吧？嗯，我明天早上来看日出。就还没回复我，然后过一会儿还给我看，说这里可以看，你看这里行吗？我就很感动。我是砸死我都不会看的，我起床都困难我。但是真正的发起一个动心，是因为我就感觉。如果在桃花坞能看上一只日出，他在桃花坞又多了一份记忆吧。看日出了啊！哎呀哎呀！记录一下，马上就要日出了啊！哎呦！呜呼！哇！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这我妹子哦，不是床围子了，这是梦姐的。梦姐的围脖。哎呦我的妈！我妹昨天把床围子说，这还有个围巾的，咔哧就戴上了。这还有个围脖，你看多好。这是我们床围子。我妹值得一个日出，我妹。多努力呀、啊！太努力了。我已经开始心跳加速。哎呦。太热血了，心跳加速有没有搁那儿爬山爬的行？后板劲儿啊！你啥时候日出是几点？五点十一。五点十一，妹子，现在四点四十。那这是刚开始预热。预热，预热，光的折射折过来的。没事，先坐会儿。放一首歌，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日落照常，听晚风凉一切吟唱，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天不会偷偷背着我们就亮了吧？不会的。除非电脑不等。我再看一眼。妹子呀，吹雪琴吹的确实有点急。要不你要能看到这就与这个斜阳吗？现在那我穿件衣服，我说那我先出去了。妈呀，提完了。但是我眼镜呢？我说快这儿呢。行李好像是我收的。这云像像素风似的，就进这边就开始进来了。一嘎一嘎的啊！你说这儿是不是？嗯，像那种卡 bug 了，这个世界像马赛克了似的。哎，真的，还没升起来。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偷偷摸摸升起来了？有可能啊，阴影云。我们每一季都看日出，之前都没看成。我们凌晨五点，然后去一个小岛上找我们的朋友一起看日出。而且最浪漫的事情是我们没有看到日出。是不按理说太阳应该升起来了？咱们每一季桃花坞都约一次看日出，然后每一次都看不上。天恐怕是亮的。太阳恐怕是背着我们偷偷上班了。
就等到5:11，看那个蛋黄能不能升起来。没事，不着急。5:11，卡表之后沉默了。一定在那个位置能看到。我感觉这些云在开始分散。嗯。哎，给他留了一个空，我感觉中间那空，就直接那空了。哎，有一丁小点儿露出来了。在哪儿啊？地上那个吗？就在海平面上这么高的地方露出来。看到那个点儿。对吗？能出来。那空就是太阳吗？对呀。啊。来了。哇哦。是，就是它。就是。啊！来了。哇！哇塞，就只有那个空，哇！真的来了，只有这个空，哇！哇，你看看，哇！哇塞！哇塞！烧起来确实要比往前亮，亮好多。他专门给咱留的一个空。说了800年的日出终于看见了，被我们捞着了，你是。这两天让我太感动了，我为拥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这件事情对我这么有意义，但其实对他俩没意义，所以他们愿意跟我一起去4点起床做这件看似。有意义的没意义的事情，哦，我就觉得很开心。哎，那你要这个呀？干啥呀？800火锅大餐，吃火锅呗。我借钱了，要给我妹吃方便面了。你妹妹。哎呀，太幸福了！哇塞，太美了，哥，你快给我拍一张。行，以后哥哥多带你出去玩。哎呀，咱这玩，哎呀，你这太好了。太开心了。哎呀，我的妹妹呀！耶！哎，你看这小花多漂亮，跟我一样。哎呀，还真是。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要照顾她。仙子说要看日出，完就去了。因为这个人是孙谦，孙姐就是一个快乐小狗嘛，然后很明媚。看他刺激。还不错，还挺顺溜。刚刚我发现怎么样？也不错，你们也挺顺溜的。这会儿，我们没法看到最完美的日出，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幸运的日出，那是属于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幸运。没有比我们更幸运的人了。你看，云都又把那个空填上了。嗯。哇，走。是，我就说吧。咱们好运气，今年我就是最快乐的人。晚安。晚安。晚安加早安。那么今天的钱结了，有3笔钱要取。第一笔经纪人公司已经营业了，同时呢，铁路的这笔费用你也要给一下。我的那个蟑螂馆也开业了，好吧？蟑螂馆成为业态支付工资。家里他骗了我了，他骗我好了回了，就跟你骗我一样。我只在这里骗过你一次，而且那是有玩游戏。那一次太伤害我了，感动啊！我下雨。我也是鲨鱼，天！仁科不是鲨鱼，他不是鲨鱼啊！仁科，你个大骗子，我生气你啊！但我不是存心骗你的，我是骗了你们。他不能成为桃花坞的
建设之一。来吧，别废话了，有多少拿多少吧，我还有事情要忙啊。好的。总共是400套卡片。哎，你们这里没有警察的吗？我去，快，寸头不能白剃。这是工人，我现在这是工人工资。哦，工人工资啊。那那个50给你。对呀，我们的账脸清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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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给你10块，这是给你那个台球厅的营业，刚刚他说给你。我有诚信吗？哎，我们是收入是多少？50是吧？你们20给龙哥。哦，龙哥那可以。龙哥的。好。哦对哦，股东对。过来瞥一眼。哦，原来我们的泥塑在这儿。他把我的奥特曼做得好帅呀、还挺浪漫的感觉。对啊，而且老师帮我们把这两个人朝对方这样。走吧，喝奶茶，喝奶茶。好。哎呀，好热呀，我给你们做一杯咖啡吧。好呀好呀，我觉得像你们这么有活力的人肯定要挑选一款足够鲜活的夏日饮品。哎，今年经典鲜牛奶推出了鲜奶配咖啡的 DIY 体验，可谓是鲜活营养，百变美味。先选一款我喜欢的生椰咖啡浓缩液，然后兑入经典冷藏鲜牛奶，扣上盖子摇一摇让它融合，一杯生椰鲜奶咖就做好啦。哎呀，这鲜奶配咖啡一杯又一杯，我真的都迫不及待品尝了。干杯。外壳坚硬内心清甜的椰子真的很符合你们。嗯，好喝好喝，下次我们再试试别的口味吧。好、好。奶茶，这个是茶，那加点奶是不是就开？不分开。作品和人要分离。我会离你的生活远一点，离你的作品近一点。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要离偶像的作品远一点啊，不，离偶像。这是这几天我喝过你调的最好喝的。那是我调的好喝吗？还不是经典好喝。还是经典浓啊。到了。3.8克鲜活乳蛋白，1.8倍鲜活营养，确实好浓啊。昨晚上我们在那抠自己的活，抠了一晚上。我晚上就放几只蚊子放到你们房间里。昨天那个湖南调过来，空运。我这个粉算多的还是少的？稍微少了一点。少了点是吧？对，你没看你咖啡都能透的比较明显吗？我发现你对你喜欢的东西都研究的精精致致的。啊，对，我稍微的，就是有点细节控。我也是。怎么了？你这个张了个大嘴。不，只是在听，我在聆听。你们是同学吗？我怎么感觉这个问题我们解释好的呗？08、09年认识的，然后十几年了。那谁是我同学？陈兴旭是我同学。刘浩然是我同学。哦。你们都认识。感觉在以前在学校，我跟那个刘浩然，我们俩就是经常就是很 emo。我没感觉他 emo。初一初二的时候很 emo，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专业课特别差，但是他的数学很好。为什么初中就开始上专业课？我们从小学的就是。我们是艺校。哦。哎 ，Hello， 嗨。Hello。听说你看日出去了。啊。如何？过程很浪漫。我要去看海。现在。啊，去外面晒晒太阳。那个动弹的人影不是胡兰吧？不是吧？不是，那个是胡兰，那个穿蓝色的那个，那不是个女的吗？对，女蓝，胡女。哈哈哈 ，Hello， 看海了。看呗，看吧，我们说你啥也没见过，晒太阳吗？过来，走下去找他吧。他既然邀请了。那我们就满足他。我不去，我不想走。行，晒太阳，满满的正能量。咋了？人哥，趴一会儿，晒晒背。
哎呀，哎呀，我没设备。我昨天就拿个枕头在那里睡着的。这不危险吗？这能睡着吗？我睡着了，很危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蟑螂又去哪儿了？大蟑螂，我还没看见。我昨天没有想到这一招，我还是拿个枕头睡觉，太肤浅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成一个产业了，你开始可以收钱了。哎呦我的妈呀！老板，你太会想了。阳光是免费的，他这块石头我们把它给买下来吧。有没有承包这块石头？我跟你说，建国哥来这趴一会儿，他的感冒就好。那真的应该来趴一会儿，说真的。来一块喊建国哥哥啊！来，三二一。建国哥哥，这项活动进行不下去了。我感觉我在晒太阳。哎呀，你这话说的，你感觉的好对呀。我们晚上来这里就晒不到太阳了。我终于知道这个有趣的地方在哪了。还有很多无意义的东西在这地方，是不是无这感觉好？这地方有意义吗？哎，咱接下来只能说无意义的话啊。好。突然不会说话，挺难想的。开始思考了。你说这些人有意义的也不会，无意义的也不会，会点啥？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我们对一件事情赋予的含义或者价值，比如有龙珠，我觉得这肯定有用，真漂亮，能给我多少钱？意义包含无数内容，那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场生活实验来探索无意义大赛。牧民们将参加两轮选拔赛，获得晋级的资格的六人参加决赛，决出最终的一名胜者，牧长将作为无意义大赛的裁判和主持人。能不能认输呀？认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说你比赢，那赢了比赛也有意义了吧。无意义大赛最开始呢，我也很错愕，无意义大赛，但它又是个比赛，它就是又有意义又无意义，它在交织着这一切。现在的物长是谁呀、啊？任克。咱们下一次就让任哥来当这个物长。我最近就看了一本书，叫《毫无意义》，乌迪艾伦的自传。哦 ，meaningless，meaningles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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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啊 ？Win。好，来来，好，那个大家都听到了，我是裁判，那开始吧。那开始了这个比赛，开始了。孟姐，给我来点瓜子。啊，又留瓜子仁，我全吃进去了。你当就纯干饭的。没事，一会儿我帮你全吃了。但是从嘴里磕出来的耶。啊，那没必要了。就是很荒谬。这个惯性就是把它吃了，很扯嘛，嗑瓜子不能吃人儿，而且大家还得比赛，这个事情就显得更加的离谱了。然后之后发现，确实是一盘散沙呀，有的嗑，有的躺，有的旁观，有的评论。吃瓜子上火是因为瓜子脏，还有就是它那个太碎了会流到牙缝里，所以它会上火。吃火锅上火也是一个道理。哦，我这个你们知道它是啥吧？是啥呀？只愿得一人心。Amazing， 连签子都不乐，你这个、我这一点价值都给不了了。它这个玩意儿吧，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我其实只是想吃点瓜子，我没有想完成这种东西，但也挺好玩的。还有纯纯弹钢琴做 BGM。你嗑
说出来吗？我一个没说。我十个。我有一个想法，等会儿可以把这个瓜子仁都吃掉。他那瓜子和瓜子仁不能吃。没事儿，管他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就是筛选一些心态非常平稳的人，因为它不构成竞技性，但是你看谁玩得特别专注，你就能辨认谁能忍受这个无意义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意义的产生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如果觉得没意义它就没意义。哇，吉娜好快呀，嗑瓜子工厂，时间到，停。太好了。哎，稍等一下，停，不能停，不算这颗，把整个吞掉。我们一个都没有算。OK。还在嗑呀、啊？哎，停了。你们都这么卷？这样。我一个，我在肚子里。OK PK 那个自己选那个想要我们派出我们最多的跟他们对方最多的，行，我们派蒋老师。蒋老师不说话，嗑了好多，人狠话不多。好了，答案出来了。哇、wow, 那究竟是谁呢？吉娜有68个，哇，刚刚好80个，哇哇，好数字，太牛了！还有2亿了，你是代表谁出战？代表鸟鸟、雪琪，这一波的，这一片，所以你们是团队作战。对，你们几个人？你告诉我，9个人。啊，我们才2个人，对吗？对，有点胜之不武。等一下，稍等一下，80除以9，计算器算一下，对吧？不能除，除了就太有意义了，除就太有意义了，太较劲了。对，哎，他现在说有点意义了，那就来，我给你算一下，80乘以9，对吧？720，怎么又变成乘以九？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文科老师是无意义大赛里非常大的亮点。玩弄规则于手掌之中。你们是80乘以9，吉娜是68乘以2，吉娜是68的平方跟68乘以68。啊？4624，零了，吉娜，你看，哇！我觉得吉娜赢的都懵了。耶、yeah,，next。这个行为比嗑瓜子不吃瓜子仁更没意义。来，你们三赢了，很没有意义。这才是精髓。直到任科主持，我就是觉得这个精髓一下就出来了。任科让这个比赛变得毫无意义。比如说你不参与的人反而赢了呀。他们3个晋级。凭什么？你凭什么让我晋级？晋级就晋级，我是裁判，来。你想晋级吗？好吧，我进一个吧，我晋级，我晋级。来，张鑫，等一下，振作起来。等一下。还有谁想晋级？你们再不晋级，我就淘汰你们。规则固化可以改变，但人重复做一件没有目的的事，就会寻找新的自己。我提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咱们吃饭去吧。现在总决赛了，倒水。哇，你更狠了！哇哇哇！哇！哇！你，王星夜来了，考验王星夜的时候。Okay. 嗯。哎哎。别、哦、好了，够了够了。好，娘娘。娘娘是一滴了，不能再多了。哇、哦、哇！这哇哇哇！没想到这个游戏这么惊险。如果你倒水，它本来就是没意义，大家都很不情愿。但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本来奔着没意义的事情去做，大家可能又觉得很开心，可能又，有意义啊。叶子，
不是你先露水。以谁先露水的游戏，它真的没有意义吗？其实我觉得很有意义，起码因为我们很开心，那段时间我觉得没有白费。哎，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来制造，我来制造混乱。哇，建国，你想听什么？我想听你说，游戏结束。听漏了，漏了出来了。OK， 我宣布王建国是冠军。为什么呀？我需要一个理由呀。我从晋级我就没懂。你没有拿过脱口秀。最后冠军归属王建国，完美诠释了这个比赛，既有意义又没意义。也不是有意义，我们做一件事儿不是因为有意义，是有意思。我觉得有意思比有意义重要多了。在任何人看来都无意义，但是却给我们的生活生命中增加了那么一点点快乐，一点点温暖。我们的人生需要很多这样的瞬间。世界上有什么事是无意义的吗？就是你不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嗯哼，那也是有意义的。那你至少你做了这个事情，你的过程和体验，那不也是有意义的吗？那无意义的就是没兴趣的东西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磨时间。你可以这么说了，但是也不能说每一天是没有意义的嘛。如果你执着的追求无意义，那就是有意义了。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你在追求 something。我在思考一个事情，桃花坞这地方就是一乌托邦，你悟道办也不真实存在。你说这金币不赚也不会被赶出去，这轨道修不修也没有什么完全的必要性。想多了之后都会觉得没啥意义。我觉得没有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不可能有这种真正无意义的事情。然后新城又说了个很丧的话，说什么我们出生就开始消磨时间。我说啊，那你也不能说你现在经历的每一刻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和斯蒂文聊了这个事情，新城我们跑吧，啊，跑吧，怎么样？走，沿着这走吧。哦，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你们有去追过烟花吗？烟花是什么？就比如说看到天空中有烟花，然后去追。等你追到的时候，烟花不就没了？谁会一直在那放？哦，那追不到过程也是挺美的嘛。那与其去追烟花，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制造烟花？那你不就生活中不就少了那种突然一下灵光一现的那种勇敢吗？突然一下灵光一现。重复了啊，语病。哎，好丧。丧？嗯。为什么丧？你不是 ENFP 吗？那都是假的。你说世界上有那种真正的艺人吗？有啊，我们不都是艺人吗？我们只是看上去很艺、啊、我们都演戏了，我们还不是艺人？有真正的艺人吗？我们都演戏了，我们还不是艺人吗？啊，你说的是啊，你说的是艺人啊？对啊。好好好，他们说的海滩沙滩就是这一片吗？空无一人的这沙滩。那有个鸟你看到吗？哪儿啊？太 emo 了。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看到了，黄欢，我 emo 啦。黄欢啦，真 emo 啦，真 emo 啦。
哎呀，心情就是突然变得很悲伤，哲学。我把钱领了，然后我直接给你，我们办一下那个钱的过继手续。来，我要预约一个过继手续，就是在我离开之后，我的桃花币无偿赠与 Steven 先生。好的，收到。走吧。王一文，你现在手上应该很香吧？你要玩谐音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好好好。其实这个玫瑰是二手的，但它也很香。二手的就更香。所以你现在抖抖手。抖抖手。我觉得我天哪。我这个梗是不是有点进步？抖手，我耍猴呢，我。哎。Stop， 别说了。而且有时候他一开口，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就觉得啊，好烂的梗，就是这种感觉又来了。精神抖手，他们在哪儿啊？我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在二楼。谢子，一会儿可能得找你借点钱啊。借多少？不知道，我看不有多少。你们要买什么？龙珠。我们有多少钱啊？那个龙珠。88。龙珠，快！急性，多少钱？88，没钱，我没带钱。88，小钱。不是，我们得把下一次的第一宝贝给留出来。先过好今天。先留出来。不，先过好今天，明天再说。很 emo 啊，才看起来。他咋的了？不知道啊。别问了，还是别打扰了。不打扰。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磨时间，与其去追烟花，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制造烟花？你说意是什么呢？我们回来。你什么时候走？你那个桃花币给我们了呗。但我答应 Steven 了。Steven 老有钱了， Steven 他留这么多钱他没有用。啊，你做我俩可以跟你俩摇。对啊，摇做无意义的事情。无意义。好，我问问 Steven 呢。 Steven 啊，王子奇问你这50要不要？不要给他。我要啊，为啥不要？那我留给你吧。对啊，当然要留给我了。其实找他借20吧，等会找沈月身上有20，20够了。沈月，哟，我要的爱。沈月，他在叫谁？沈月，啊，干啥？沈月，啊，沈月，拿了你钱。哪儿？他在跟我说话。好，可以拿走吧。真的好生气啊，他们两个人，他们像两个原始人。你咋还在上面呢？哎，你是洗头了吗？那我洗澡了。他总是给我一种小朋友的妆。小朋友在装大人吗？那是因为他确实他年纪就小啊。不像我，我只喜欢装小朋友，就喜欢装嫩。那我嫩吗？成年人的迟疑代表什么？否定。否定。是吗？我难道不嫩吗？太嫩了。太嫩了。你好喜欢给自己挖坑啊。但我觉得你是比你长相很好相处，真的。我其实内心很炙热。对呀、啊。微博之夜，其实我们做的就是很近很近。对啊，你真的我当时我不了解你的表情。我当时也臭脸吗？啊。一副不想拿奖的样子，是不是？我现在特别 get 得到，然后我爱上了，我真的很爱上了。哦，太喜欢了，我天哪！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冒犯，但其实很幽默。对呀、啊，他们不懂。你纯属表演型人格，你天天演。对啊，好像每天都很不高兴，过得很苦的样子。对，我就是这么个死样。
其实你真的不爽的时候你是不会这样的。我觉得吉娜能懂我还挺意外的，说真的。那下次我们见面你什么表情？下次我们都不要谄媚好吗？好的。反而那样会让我觉得有安全感。对，我也是。嗯，你能懂我的表情管理真是太好了。很多细节我跟你说。对，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只有懂我的这个表情管理的人才能跟我成为朋友，真的。不然我，你说我朋友天天看我这死样子，他愿意？现在的温度特别好。哦，你们的心情受天气影响大吗？大。我不大，我被天气控制。你雨天也觉得挺开心的，就对，就是看什么事情，但天气不影响我。嗯。但其实真的下雨的时候也睡不着，荒岛有感。听这风把帐篷掀了。下次要还有这样的活动，你还去那边吗？可能还会去，就继续去泡水吹风。缓一缓，我又觉得又能体验一把了。人生的意义就是反复在同一个地方摔跤。嗯，人会反复掉进一个沟里，直到把那块石头磨平。对。如果让你永世的活着，你会做什么？我其实说真的，我没有想要活很久，我没有想要长命百岁。哎呀，呸呸呸！这无所谓，但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都是健康的，我希望我健康的活着，优质的活着。对，你不要让我说我活到80岁、90岁了，在床上躺10年，然后我再死，我接受不了。你说的也太悲观了。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每天半夜都起来拖地。啊，有的时候想要排解自己心里的一些垃圾，我就会通过拖地这样的方式。哦，那你在悲观什么？大多数时候就是事情一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先想拒绝，永远只会觉得我好像做不好这个事情。我也是。啊 ，unbelievable。所以我经常我就会找一个人，我就说你坚不坚定，然后你坚定我就听你的。但是我觉得。悲观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任何事情你如果想到最坏的那一面，那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它都是好的。嗯，是为一些消极的结果做积极的准备。我觉得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悲观。我吗？对啊。那我可能需要经常跟你们在一起吧。你这腿，你得真难看。不是你这是，你得保护一下，因为我之前腿上有一个疤，快都没了。你看你这肯定总抹油吧？对，老滑溜了。哎妈呀，你摸摸。哎呀，这家伙这个滑溜了，这还白。你们两个，我摸摸你的地方，先捋起来。但是我白是因为，就是我，你天生白吗？不是，就我血管，而且我脸上还有血管，你看我这。你是不是容易那个生气啊？那个这块血管那个明显是比较容易那啥。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特别生气。原先呢？原先有挺多生气的，容易是不是？因为我感觉好像就你在意的越多，你就会比较容易生气。对对对，不在意，你不在意了，你就不咋生气。是这么个事儿。我现在就是没啥特别生气的事儿，但也没啥特别特别开心的事儿。以前照镜子起码是开心的，被自己美到。现在照镜子不咋开心了，为啥呢？岁数大了。对，还是很已经看到这个岁月的痕迹了，在脸上。岁月的痕迹。你看，我的妈呀，咋回事儿啊？是吧？对。你和谦是咋认识的？你俩？我俩打游戏。你和我是咋认识的？大五。哇，你记得？不然呢？你有的时候刷到第一季的，你不就很搞笑吗？你挺搞笑、啊、我也是，好怀念呢。但我比较喜欢第三季。为啥呀？我很喜欢沙滩上毕业典礼。哦，为啥呢？就很好玩，很浪漫，还有花圈戴在头上，花环那叫那不叫花圈，花圈是立在那里的啊。还有花环戴在头上，我觉得很浪漫。我那天不应该穿我的黑色小裙裙，我就应该穿一个白色的小裙裙，带漂亮的花环。走吧，
你干啥去？任可喊我上去一趟。哇哦！哇哦！居然是！哇哦！嘿，来了！怎么样？我说过了吧？啊？哎，我是不是说话算数？算数，算数。一个人的。哇哦！我还怕他忘了。你能为我献唱一首吗？作为你多年的歌迷，我觉得在我们离开桃花坞之前，我拿把吉他一对一的给你在这里搞一场演唱会。行，哇，我有点感动。我现在想象那个场景啊，你说到做到啊，说到做到。我真往心里去了，我的那个演唱会。雪清啊，我这么多年说过的话，有当放屁过吗？不是这样呗，那你们俩等会儿这帐篷里先开完之后，然后你再过来。不，我没有一个特定的地点，而且要有所准备。我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义。我很奇怪，因为其实我跟他现实中见的并不多，但是我对他有一种就像哥们李雪琴古代的话叫侠客的一种情怀。你现在把我放上还来得及好不好？对我来说不是说通俗意义上的惊喜，是一个侠客对另外一个侠客的约定。慢慢演着演着天就黑了，而且你背面有很多风车。哇哦。 OK， 那我把我的礼物拿出来了。好，来。哎呀，你看，我的妈呀！怎么样？还可以不？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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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我就哇，感动到哇！当时觉得哟，何德何能啊，把茂哥千里迢迢的这个喊过来了。咱们第一次见知乎那个活动，我说我是你多年粉丝。你说你还是小啊？啊！然后我就找你俩，送拖鞋给我们。对，我是要换上拖鞋吗？你可以啊，你好啊。你要换我陪你去换、啊、我也换上吧。啊，哇，可以吧？可以，感人。我相信这个肯定是雪琴第一次一个人看一个演唱会，我们也是第一次为一个观众做这个音乐会，我希望它更精彩一点。直接从南方练起，弄对吧，空运过来。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他整个操场跑步的时候就喜欢我们的歌，那我就刚冒给他准备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在兑现这份诺言的时候，我不允许他失败。哎，我想问问那边那个树洞是您的那个衍生产品，上面怎么感觉有乐队往上面搬吉他还是什么？我刚刚看到有吉他往上面搬，是那里要举行什么吗？什么？哦，我把它租出去，他们拍广告，拍乐器的广告。哦、对，是你乐队的人吗？不是，我把它租出去了，有一些广告植入。啊、哦，嗯。任总，我本来问问他，我说我想去树洞看看，他说树洞租给人家拍商务了，是的，挺赚钱。四点了，我自己先上去，没有被人发现吧？现在，我从菜园里面走过去吧，走一条特别偏僻的道路，偷偷的走上树洞那边去等了嘛。我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茂来，你要茂来啊，茂 superstar， 对吧？一过来大家都签名的签名，合照的合照，这样的话树洞就变成五棵松嘛。这事情变得特别隆重，我希望他低调的完成。对，我现在听的感觉就是低音这边有点太靠前。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的紧张，但问题是雪琴没得做。你手机来了。哦，好。这点紧张其实会转化成历练，把这个声音做得漂亮。预备啊！其实总体可以小一点点 ，OK。比惊喜还惊喜，一起试一试，给他一个在桃花坞有一份精彩的回忆。演出开始啊！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会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山洞，而且第一次我们在这种，而且第一次给一个人演，一个人。
面，早知道我画一个图，我画那个。我已经缝好了。来了哦，你要接刀哦。天哪！雪晴，你想听什么放什么哈。那我要放我最爱的那首歌了，《思念是流动》。你啊最老当啊，咱你最老西啊，我你爱的白啊，桂花不在啊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姑你啊行子不比，今你啊欧啊啊，清秋国家经济。老街是所谓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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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平平啊，百灵强。那是我听到他们的第一首歌，也是他们的第一首歌。好好听，是什么音？是子琪吗？不是，这是那个人科。太好听了吧！那你看一看，我看了，感觉有点，我怕打扰他们。杯酒啊，凉意哦，山外荷香溢。青丘难消，目睭就揭落去。人讲我讲漫话，亲像讲啊是海风话。我不知啊，我不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日啊。追着雨啊，明日就到几多啊？我跟你讲，我是冲着你，好像说“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是吧？我冲着你这句话，喜欢这首歌，我才来的。跟你讲，好，来继续，我们再高一首，可以点歌吗？啊，你想点什么歌啊？我想点一首《伤心的人》。OK， 那就来喽，直接来哦。行。OK。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的心愿他能记得住。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歌手，在你刚成年的时候你就听他们的歌，然后跟他们相识，并且有了很多的交集，然后
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听说你从十八岁听他们的歌，他说那我给你办一个属于你的演唱会，多感人呢。成几个龙珠了？加人跟那五个了。所以集齐能干嘛呀？应该是许愿。哦，那你今天飞巴黎吗？对，我们能找一次去巴黎团建吗？巴黎团建成本有点高。哎，可以拿龙珠兑换这个心愿。哎，可以。巴黎吗？哦，可以。哦，可以，可以，这也可以。听者有份啊。志胜，我们刚商量了一个愿望啊，团建去巴黎。哎呦，太好了。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一下，都空个一段时间出来。好，我们可空了，不用提前安排。对对，小北明，我要了你的命。王新月，嗯，那节目组请我们去巴黎。哦，你说我这个龙珠啊？对啊。那可以，高特别近。对啊，我们去巴黎这一趟就是真正的桃花坞。这样吧，下次不管那个多少钱。我现在我也有，反正有桃花饼，咱们一块把它盘下来买了，好吧？一定得买。我其实最开始也想不明白，直到这两天我给他发微信，我才恍然大悟，他头像孙悟空啊。对啊，他头像是悟空，对，所以他收集龙珠嘛。到现在我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也挺浪漫的一个事儿啊，就收集龙珠这个积累到现在，好像我们就马上要实现一个愿望，对生活充满了期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把铁轨连上，就连上那个时候，我还是挺梦幻的。想象力，通车的时候我就买四张票，嗯，然后我一个人坐上去。啊，这我们没有想到。好幸福啊！哇，我其实很难，不太擅长面对这种此等煽情。我也不太擅长，但是我更不擅长。但是我一直拒绝用惊喜。是，但是挺幸福的。对，我当时觉得有朋友真好啊，被人用心对待的感觉真的很好。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我也希望能成为他们那么好的人。我其实不太想渲染这个感情，但起码那一刻他是开心的。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就是桃花坞现在就是你们玩的那么开心的，我真完全不知道的。他最开心。哎呀，你他最开心。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你。为啥？因为你那句话，我刚冒平时只有工作关系，现在来到这里就会好好聊谈谈心，对吧？他也不知道我干嘛。好幸福啊，太幸福了。嗯，不想离开这里了。太好了，巴黎太好了。还有吉娜做这个当地的向导，对，可以，很开心。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交到了好朋友，可以陪你玩，可以陪你出去，可以跟你讲笑话之类的，我觉得是一种安全的感觉。今天我们站在前屏那儿聊天，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解彼此，能感觉我跟每个人相处得更融洽更自在了。这一个阶段里边，我感觉到了朋友，感觉到了日出，感觉到了星星，感觉到了雕塑，感觉到了艺术。你这是太幸福了。茂哥，呀，茂哥，志胜，茂哥，我靠，你俩有这么熟吗？你俩真的是挺熟的。我真的，我就是那个哎乖乖那个，我就特别。但是呢，我刚冒都很爱上他的，对，特别特别喜欢。哇，好开心，非常好，非常好。嗯，子琪，谢谢你的眼镜。不客气，不客气。我已经戴上了。不客气。你要不要黑的？他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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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我太好了。没有没有，举手之劳。对，举手之劳。对。你们都要走了。拜拜。我刚刚写了一个小书信，我写的很丑，但是送给你的。你是手艺人，也是手艺人。我会好好保存的，这个是给你的。啊，谢谢谢谢。是他的喜欢的那个小工具。就是那个酒精炉吗？对。还有那个火柴子。
就是我第一次一下子认识这么多人，我现在看他们每个人都变得很立体。你们都是演员吗？我是歌手。哦，你信他的吗？小尚，下首专辑带着我一起。多吃点。交了很多朋友。那最后看一眼我们的铁轨。心心念念的铁路。心心念念的铁路，其实，如果是满满的时间的话，我们再干个三天是能干完的，六个人。不能念叨了。不能念叨，再念叨不想修了。要留下来想修。走吧，来，拜拜。这六天社交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最主要的是把回忆留在心里。我觉得跟一段回忆不用告别，你跟一个你相处的场景、相处的人可能会阶段性的告别，但回忆永远在，所以实际上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离别。我这些天真的有一个乌托邦非常非常奇妙的感受，就是我去年很少会自己去探索一下什么的，但今年我就会自己走一走，或者自己坐在什么地方待一会儿，就觉得更放得开，就很开心。临走我要凑点吃的，我的钱压在那儿了啊，我别给大家拿走了吧，拿一根。其实很少的时间段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我是一个比较着急上头冲动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很难拥有桃花坞这两天的这种闲暇的时光，就会静静的去欣赏一下今天的日落、小鸟、花开这样。你东西呢？吃吧。行，慢点啊，拜拜。很不舍，希望尽快回到桃花坞。期待下一次见面。好孤独啊，星球。是啊，好孤独啊，我好讨厌这种感觉。我也好讨厌这种感觉。这是算是第二次离开吗？上次是看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待在这儿挺好的，然后但这次就是特别强烈，对，就是挺舍不得的。而且看着大家走，其实心里有点难受。对，拜拜了，鸡鸭鹅。拜拜了，桃花坞。那铁路那个我很担心，我每天就看着那几个木桩子就是在那儿摆着，然后几根铁轨在那儿架着，可是人科跟我说要通车了，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实现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这几天呢，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嘛，对吧？由资深带队的这个工程队嘛，其实已经剩下一个尾巴了，但是呢，因为我们马上呢就要撤退，因为火车已经定了，要在来之前把火车装上去，所以我们申请就是把剩下的那个铁路呢交给乌道棒这边来派人把它修完。非常感谢，来来，感谢感谢。好，走。本节目由含有1.8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鲜活经典顶配营养。你好，美人，你叫什么名字？叫我小梁就行。妍希。这名字有点熟，给我讲讲他的代表作。哥们儿录个综艺，修了个铁路出来。哎，反了！哇，老板亲自动手了，都给他挡住，围到他，绝对不能让大家看到他工作的样子。怎么了？谁赖？你。上，轻轻的叫。豪华屋改成豪华屋，穿个大皮鞋在这 City Walk。太抽象了。完了，没电了，已经超过服务区了。Y2K 的晚会，你好像 QQ 秀里的人。1、2、3、4，能不能把他抓起来？我感觉传俊哥像一条带鱼，有种禁欲感。你再整点水，再钓个玉佩。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局，把它全部立起来，朋克图怎么样？你感觉有没有人管呢？这是人生卡牌。把烟子给我，我都伸不出这个手。我是十天无工作，家庭经济破产，被孤立。丑，我穿牛仔牌就是我的一生。哎呦，我拿任何东西我都愿意换。哇，好帅呀！开起来了，开起来了，朋友们！你演戏有局限性，你只能演好人。对，我甚至只能演喜剧角色。演不了太坏的那种，你面相很善良。说委婉了，他就是他那意思，就咱只能演傻子。给你表演个魔术，要不表示惊讶，要不我就再来一遍。你要什么？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情绪，我给你演。我见到最后突然是惊讶，然后欣喜，然后最后看向我的眼神中崇拜。
你小的时候有这个梗吗？就是你小的时候可能一读书课文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聆听海涛的声音嘛，然后同学就开始笑。那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外号？你外号叫什么？对。哦。咱们有没有什么教学视频可以学一下？这东西一天两天的。靠天赋，靠咱俩的默契。唱歌第一名，舞龙舞狮算什么？好，我上了啊。给我们搞个红包，这样，来，如果谁从我们龙灯底下钻过去是有好运气的。可以。他每次喊一声，我们就往上爬一段。OK， 请大家立刻前往客厅参加无意义大赛，快来吧，快来吧。他故意的，一会儿爬不过来了，容易把自己逼疯的。正片每周六周日12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一周。每周一周二12点，桃花坞今日不营业真人秀加更。周三12点，奖励目标悟明、许天琪爆笑采访悟明。周四12点，物理都知道悟明多面记忆 Showtime。7月12号起，每周五12点特别加更，悟明独家专访。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刚好安静的窗，落一束晨光，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刚好人海茫茫，我们正相望，我们飞越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一起唱，刚好所有的呼唤都有回响，刚好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分别后的某天再次。上微博参与50公里桃花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桃花坞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